好，接下来要来到的这位就是刚刚在春晚开场秀中引人夺目，作为第一个节目演员的，欢迎杨幂，新年快乐，欢迎，新年快乐，来，有请，坐，请坐，请坐，随便坐，新年快乐，来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小心，小心，我们就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走走走，坐坐坐，来，你坐。你俩坐这儿，我们俩坐。给你个机会坐这旁边不行啊？哦，必须。这么宽的沙发。我刚刚在后台拿了一个这个。哎，你先来甩一个。这可以，这可以成功，我能成功的。甩一个，一二三，走！哇，龙年大吉！繁华似锦，漂亮。甩在这儿，一开场就。我们刚才看了那个，我们刚才在这里在看你们的开场。对，我们完全看到了，好热闹，你们那个开场。好看，真的。来，请坐，请坐。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还得自己。对，我们还在自己收拾，我们这人手非常之少哈。哎，我看你待会儿还有一个节目，对，一会儿还要去。还有一个，对。那会不会我们在这聊着聊着你忘了，就可以不去了？对，这也可以，会有人帮他记着的。换一套衣服吗？待会儿？要换的，换衣服还换个头发。今天这会儿这个妆容已经非常厉害，后面那有点迎春花的意思，是不是？对对，有一些小巧思在，很多小巧思在上面。对对对，嗯。所以这今年算过没是第几次上春晚？第二次，也才第二次，第二次。哦，对，反正第一次那次我也采访你了，我记得那，你记得我采访过你吗？不记得，过分，没事儿。你们的每一段话都是一样的吗？今年是第二次。才第二次啊，总是觉得应该很多。他这个确实是，我觉得第二次我比较奇怪。我本觉着就应该上过很多次了。对，第二次。那你上一次是什么？也是唱歌，也是唱歌。去年不管我觉得几次，反正每一次来春晚都觉得很开心，很喜庆，也是一种荣誉。我觉得是。那今年排练的时候，或者有没有哪个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？排练来了好多次。来了好多次。对，因为。等一下要还有下一个表演，就是唱歌曲类的，然后中间曾经导演让我们会有很多走位，然后但是我们唱歌的四个人都是演员，就大家就那导演说算了不走了，走位啊，要走位，可以杨迪会走位啊，我就只擅长走位，会忘记唱歌这件事情啊。所以你在我们总排有没有走走位，转了没？外面走转了转了，每一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？每一次来就是会点很多吃的，就是点咖啡，对对对，还有那个汉堡，还有三明治。应该没有在这儿剪个头发吧？那有一个理发店，有一个那个大老师让我去。试一试推拿哦，那可以推拿，对，就是我怎么都不知道，奇葩那里可以扎那个针灸。广泉哥还是来的少，这里我有在这边上班哎，自己的单位太不熟悉。我每一次在那个化妆间等的时候，都会碰大老师跟周深，然后都在那，他们俩在推拿是吧？我以为他们没完没了的，会经常碰到他们俩。然后有一次，大老师的耳朵上贴了很多，你记得我们小时候那种那个布，那个布是上面还有一个，对，就那个大老师耳朵上贴了好几个，干什么用的？是，那不治疗近视眼的吗？对，他就是说他刚在总台这里刚贴的。他就是每年来这儿治近视眼，这个行，这也是算只有到了我们台里才会想起自己眼睛不好使哈。对，你待会儿那个整个表演结束了，你回去会准备有什么安排吗？回去，因为我妈今天我在出门的时候，我妈特地跟我说，大年初一不能赖床啊，要早起。我说这是谁定的？是你本人定的，是吗？我就叫你晚上早点睡觉。所以你回去马上要早点睡了。原地要睡觉，对，原地原回去洗。你的节目是哪个时间？不管节目完不完，都得原地睡。算一下时间，回去是比较靠后的时间了，所以就是到家大概是到家大概一点了吧。我一点，那这不行啊，那明天肯定得睡懒床。对，我说了，你们别等我了。要是烧香还是什么？不是，就是对，因为明天家里面的亲戚都会来拜年。哦，在家里面。初一的习俗是不能懒床，就是初一有很多不能赖。对，然后家里很多亲戚来拜年。过去的老讲，亲戚来拜年是挨个，就是这个亲戚家吃完，然后下一个亲戚家吃。我们就是基本上都来，都在你都来我家，所以团年饭那种感觉。对，就让我别让几点给你定起床时间了吗？别这么严格，对，几点之内必须起来。对，那现在应该是放假了吧？你是不是？在假期了，在假期，终于在假期了。大概要休息到什么时候？休息几天？有休息几天？休息几天？对啊，也就估计初几又得开工了哈。初六七的样子。
难得的休息还是要好好享受这个年味儿。比如说出去玩啊，或者干什么？应该会去朋友家拜拜年吧，而且过年的时候，我觉得难得的可以在家放松一下，就是想跟家人在一起。你小时候过年的时候会有什么特别的仪式感？因为我们小时候就会一定会买新衣服，那个是我很期待的。新衣服在春晚已经换完了，有没有什么特别过年要做的事儿？我们家每年就是吃饺子和打牌。打牌，打扑克牌，扑克牌，对对，不是第二天早起吗？早起就是为了打牌，他们家都早上打，就大家会打扑克牌，对，玩的挺多的，然后输了就会。谈到对对对，我的天哪，下手重吗？还可以来这个，亲戚之间这个痛，所以春节为什么要放假呢？就是一般谈了养伤是吧？要消肿，因为过来养伤的哈。所以春节期间，因为很多时候，比如说家里好吃的东西特别多，可能会稍微放纵一下。你会有这样的打算吗？我今天中午在家吃的饭是吃的我爸妈包的饺子，然后我妈拿出来一大包子那个排叉，就是自己炸的，你知道排叉吗？我知道，就是那个炸的那种。对对对对，很脆的那种，像是夹在那个煎饼中间的那个，煎饼中间的那个脆脆的，那个叫排叉。脆的那种。对对对，对，就是那个很好。我亲戚自己炸的，说你带点去台里吧。我说我们就有饭，先发饺子吃。我妈说没事，他们没吃过这个，你带点。带没带吗？没带。没带。其实我刚才带了些吃的。我刚才带了些吃的。我就在开始之前就吃，然后我拿出来，杨丽说我不吃，我吃过了，我把东西拿出来，他就开始吃，我俩就一直吃吃。你们俩抢着吃，你都吃撑了是吧？他甚至后来礼服拉不上了，拉不上。开始之前，他们都已经坐那儿，我还在努力，还在拉礼服。对，我说等会儿上个洗手间，我努力一下。但是确实在春晚，因为可以碰到很多的朋友，对，而且又大家有些人会等的时间比较久，那我每次碰到大老师，我们就会对着嗑瓜子，就开始聊，然后拿出泡面，然后拿出罐头，是那个大老师每次看到我就好像他带那么多，我带，你带，他说感觉像我在火车站，在春晚吃百家饭，对对对，和大家会分享吃的像春游一样。对，我也觉得今天就是这个节目这个感觉，我特别像就是在就是大年三十儿。就是可以跟很多朋友坐这儿唠唠嗑，就真的是一边跟吃饭一边唠嗑。对对，就好朋友之间很久没见，工作的关系，然后大家能在这儿见上也挺开心的。对，那龙年有什么新的计划？就想做的事儿？龙年就是好学习，对，好好工作，开心，对，你这次彩排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，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？彩排比较除了走位走不了，有点难走位，确实，好像还好，就是挺开心的，因为每一次，就见到的，基本上这次的节目是从头到尾都没变过，对，然后我感觉唱歌比较顺利，唱歌挺顺的，开心，歌舞真的比较开心。你要讲语言类的，压力就比较大。语言类可能会压力比较大。你有没有想着来年什么的语言类来试一试？因为我在那个化妆的时候，这几次都会碰到那个张若楠，然后我就看他一直在那个蕊稿，我觉得他可能会比较压力比较大，对。所以没想过。如果让你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愿意尝试也可以，大家赶紧找我，对。真的假的？我跟你说。我刚想说你去过一次，你就不会想去第二次。谨言慎行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意思就是说他会很，其实挺折磨，因为他比较精益求精，就是一个梗一个段子，他会不停的打磨，然后就是有机会还是想要尝试，是吧？对，下一次，越这么说他越想挑战，越想挑战。一块冲刺一下，我还是歌舞吧，明天。你想换歌舞是吗？我应该不会再有时间去排练了，因为我现在有。太难了，杨幂。杨幂想看表，说：“我的，可以喊我了。”那过年期间你会控制自己吃东西吗？不控制。不控制，我怎么？我看你，他后面现在拉上了，现在拉上了，我没太控制。但你会吧？比如说，没有，我们台里吃的还挺好吃的，说实话。那当然。那比如说你这个礼服，你应该是在前一个礼拜以前吧？礼服的打击，他中午就还吃了礼服的打击对你很大。对，我很想问一下，就比如说你试了刚刚好，但是这一个多礼拜你吃多了，这开场之前真的穿不上去，这怎么办？那问一下，你有遇到
过娜姐这种情况吗？就是临没有哈，刚马上到摇头了，我已经看到了，就临上场之前礼服后边拉链拉不上。辛苦了，可能是因为娜姐家的食物太好吃了，没点外卖，点的外卖太香了，饿坏了。是你个人的困扰就不要到处问了，好了，赶紧，聊了很多，我们送福利吧，好不好？我们待会儿还要换一套衣服。那我们后面有一个灯墙，接下来有很多盏灯哈，你可以选择一盏为我们点亮，对，三盏灯，好的，选择一盏点亮就送给我们网友们一些福利。好的，有名字，你可以来看一下哪一盏灯想要点亮，下面都有一些吉祥话，好运灯点亮，花灯。现在有点看不清哪些是亮着的了，勉强找一找。有一些什么早休息啊，再出发呀，还挺难选。早休息，我都没见过这些。应该是早休息吧？早休息，一定要早起了，还要打牌。裙子能拉上，裙子能拉上，裙子能拉上。哎，好好多哈。选一个。这些都是被很多都被点了吗？这种是点亮的，点亮了三盏了，确实有点不明显，因为后面有灯打过来。我点这个再出发，好不好？再出发，好，再出发 ，OK。好的，再出发，谢谢杨幂。希望大家新年花灯一亮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都有好运气。就准备从那边就直接过去了，不是吗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可以，可以。一点福利到，一亿好礼到。谢谢。在小红书 APP 看直播，点击我们左上角的锦鲤抽奖，并且停留在我们直播间，就可以等待开奖。播呢？是是，我突然念起了口播，对，很突然，对，很突然，抱歉。那现在准备那个换下一套衣服去了。对，好的，对，期待你待会儿的表现，好不好？对，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，期待我的走位。走位没有走位的走位，长裙还是就是应该可以拉得上，加油加油，中间不要再去吃泡面了啊！好的，希望你不要遇到我的情况。好的，新年快乐，拜拜拜拜，新年快乐，感谢杨幂，拜拜，新年快乐，再见再见，我才发现门口。